跟你讲啦，你们刚才那样子，如果看不出来，我也没办法啊，对不对？你以为发监管者在我这边吗？哦，不会，我会发转移。他甩乌人就跑云，只是因为他只是要装样子追我。真的，他只是要装样子而已。然后他等一下就会跑去找那个狼女。然后找不到盲女的时候，才会在想说被抓看看怎么办。哪里？哎呦，干嘞！这个斜角墙给你这样子。他奶奶的！先捏捏，夹夹好了呢。扒掉我真正是那个吧。哎呦，敢蓄力冲动！哎，这个误认真是的。可是没差，这局已经很稳了。啊？干嘛？干嘛？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吧？你八家秒装修不是这样子搞的吗，杰克？哇，自作聪明，真的是自作聪明。哎，他不敢开啊！打打打打打打打！哎，他看到我是不是？他好像看到了，他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，还是保险起见想打两发无人。有人贴门吗？我刚才没看好雷达哎、欸，因为我刚才要一直盯着猫米看。哦，闪现。投降，所以真的有跳到地窖。